好，各位，那个特别感谢腾哥，感谢小彤，感谢嘉伦来到那个《青春环游记》。欢迎。这之前腾哥你还跟程程坐一起，人家毕竟人家今天想见偶像来了。好好好，那个其实程程还有一个心愿哈、一直是因为想上王牌嘛。该不会玩一些王牌玩过的游戏吧？想玩一个小互动游戏。不是，我觉得到这儿的时候，网友就会弹幕了，就是哎，王牌的子节目。子节目第一期就已经弹幕了。王牌上不了，把王牌的人请到这儿来让他上，就不让他去棚里是吗？太过分了。导演，我还有一件漂亮的外套，我要不要穿着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热不？我花钱了，租了是吧？衣服租了已经，快把那衣服给我。就是，衣服来了，快快快！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沈腾哥，他觉得有史来租到的衣服里面最好看的一身，甚至想买。广东好，哎呀，都来这么早啊！广东好。穿 T 恤吧，哥。师傅，按脚不？过来。按脚不？但确实穿的稍微有点厚。有点设计感，有点。你来吧，你也不是去参加什么别的节目。你的汗都流到这儿了，还要硬撑。我也要露一下。我们这次是猜这个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，你要说出这个主题曲的歌曲和这个电视剧的名字。来，比如说《甄嬛传》就是凤凰于飞，《甄嬛传》，大家是四 v 四哈，只要一组四个人都坐下了，这一组就胜利了。我们栏目组会给到这个组一个礼物。好歹是个总导演，你发现没有一个人听是吧？没一个人听，就我一个外来的，我在这听。已经都摸透了吗？难道你们就是猜中了就坐下，猜到了就坐下，坐坐的时候再脱。这跟王牌不太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有朗朗在，这国际范儿就起来了。但你待会儿看一下他的，你看我猜东西就知道了，老国际范儿了，绝对国际范儿。我们那个必须举手哈，啊，举手你也不一定看得准呀。好了，杨迪就是你俩，要不先坐下？没事，陪大家玩玩，可以陪大家玩玩。好嘞，开始。杨迪，通天大道宽又阔。西游记后面那个新的，就是后面拍的那一版。不是，你每天都干嘛？你这每天都在干嘛呀？什么？答对了吗？答对了，肯定是对的呀。走出个通天大道宽又阔。我是这首歌。通天大道宽又阔。来吧。这个我知道。周深。好春光，然后春光灿烂猪八戒，你看，恭喜、哎！我说他俩坐下吧，我们俩先撤吧。而且这首歌的演唱者的名字叫吴彤。我觉得我们仨可能会一直站到最后。哎，不是我们仨啊，我们四个站到最后。晨晨，参与一下啊！我参与了，我一直在听，但这歌不在我的其实这范围内。很好猜呀、啊，周深。从王牌到这儿，还是这些歌还是这么的老。来，下一首。歌名，我刚说了个这个，你们就给我架着了，还鼓掌呢。歌名我说不出来。歌名没事，那贾玲可以站着了吧？我宁愿站着，这比站着累多了。由来一声笑，情开两扇门，情满大宅门，情满四合院，大宅门情满。又来了，名字就叫大宅门。那我说对了是吧？你说错了，因为你刚刚没有肯定那个是歌名。你电视剧是不是也叫大宅门？应该叫大宅门，大宅门。你穿的跟个歌手似的，你一个猜不出来。我不瞒你说，歌不歌手不知道，确实快虚脱了。脱了吧，脱了吧，脱了，脱了。啊！真的假的？夏洛特烦恼啊，一次就好。啊！恭喜答对！哇，你离开我们了？你怎么能离开我们？哎呀，我儿子天天在唱这个呢。居然是沈腾哥第一个坐下那边了。你们瞅我来气吗？
来信，大点声，来不来信？来信。我全部全中。稍微有一点点偏题了。怎么了？你说啊。那个，你别啊！你甩下我你就走了。供爱的供养。哎呀！哇！一点都不管我。完了，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没事，我陪着你。啊、你们俩是真的是真正搞音乐的两位。任嘉伦，《回家的诱惑》。也叫《回家的诱惑》。回家的诱惑。啊？回家的诱惑，回诱惑。继续听，听歌词，听一听，继续听，无法停止。啊！五百原谅回家的诱惑。啊！五百原谅回家的诱惑。范丞丞答对了。OK。Yeah, 这就算生日礼物了， yeah, 又用了回娘家那招。没一个人管我，你们这一对。你确实也该站会儿了，玲儿。你展示完你衣服，你坐下来。大地，给我，给我。这是归来电影，名字叫那个就是这个归来吧。那个你这我弹的，我知道。余光曲。对。哦。对，余光曲。打死你！人家猜出来，你搁那行，我去。没有想到任嘉伦在这边站这么久。嘉伦，你平时是在干嘛呢？能放个我听过。你自个儿拍的戏，片尾也掐掉哈。我好像听过。周深老师。都是会员哈，自动去除片，跳过片头。嘉伦，没想到茫茫人海之中你俩尽是值得全神贯注。这又是什么？什么想你的365天。对，剧名宝莲灯。错。就是宝。就是啊。啊，就是宝莲灯。对啊。我也没吃过。他经常吴鹏就是这种，他就是我们节目的编剧。咱们这边人团结一点行吗？咱们不是不团结的事儿，咱们是这儿有问题。没一个人跟我，你看人家都多努力的帮队友。来，你们队可以抽一个奖励。那我这个奖励是不是让程程表演个什么节目啊？什么要高兴的念出来？恭喜你获得节目组的集体好感。哦，节目组会给你10秒的掌声。这是奖励吗？十。哎，咱别听，没给咱啊，咱可别听。我们换规则，还是猜歌曲的名字和歌手。歌手。就不是影视剧了哈。不用猜剧了，不用猜剧名。都吃到这边来了。我这第一口，从我见你就在吃。第一首开始，这个得听听词儿。哎呦，好熟啊！好甜，好甜，菠萝。悲伤的月泪。孟庭苇。孟庭苇。鹏哥。周深举手了。月泪，孟庭苇。谁的眼泪在飞？孟庭苇。答对了。谁的眼泪在飞？是不是腾哥的眼泪？你把腾哥唯一一个知道的题给答了。我可以提前收工了吧？你现在跟收工有什么区别？评剧来了，马上评剧。候着。我们下一首哈。啊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潇洒走一回，叶倩文，恭喜答对，谢谢，感谢。我也要谢谢你。总有时，你们俩再出名，不也得我点播吗？我们下一首哈。坤哥。是那个
首歌吗？对对对对。哎，叫什么来着？是那首吗？哪一首啊？是那首歌。所以当时将你眼睛。不是那首歌，不是 Last Dance。是是，再来一遍来。挪威的森林五百，恭喜答对。哎呀，终于可以做了。我都猜出一半，我真的。我们下一首哈。哦，你知道的，你一定会知道。模特李荣浩，答对。啊，他李荣浩的歌他都知道。你的曲库还没有增加哈，只有李荣浩和朱明瑛。知道这所有歌都是单眼皮的歌是吧？我们其实发现这样，腾哥其实对那个70年代、80年代歌曲非常熟。孟庭苇。啦啦啦啦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就这一队找一个人跟腾哥 PK， 然后看看这个三分钟之内谁猜的歌多。杨迪知道的多，真的你知道的多。但是我万一碾压式的咋办呢？你想做的这个节目效果是一遍一遍的碾压。哦，什么？伤心总是难免的，你又何必来容忍？梦醒时分，梦醒时分。你在猜我唱的是吗？不是，这歌我早知道，我都被你那唱的都给我拐跑了。梦醒时分谁唱的？梦醒时分，仨字。梦醒时分，陈淑华。答对。陈淑华，陈淑华还唱过什么？你再说一个，我这道题我都算你对。这道题本来就我对了，什么叫算我对？这样，我跟腾哥两个人 PK 你好不好？如果赢了，我希望以后我们俩在王牌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周深，周深，这么厉害的一个赌注，要不你来吧？如果输了，哦，你们俩都退出王牌了是吗？就再见不到我。弄点什么周华健的花心啊什么的。是吗？好，周华健，花心。你都点歌了，这是一个。